辖区有两处大楼的出租套房内，疑似有以一楼一户方式经营色情交易的情势，那为恐省委防疫的破口，展开两处查缉行动，那总共查获了十名越南籍外籍女子，两名梅姓男子以及一名嫖客，总计13人，那全案将依刑法妨害风化、社会秩序维护法及传染病防治法移送侦办。在查处的过程，本分局的同仁均有穿着防护衣、戴护目镜还有手套来查缉，保护同仁的安全。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请卫生局来做一个快筛的行动。我们主要是针对房东还有屋主以媒介者依这个传染病防治法来依检卫生局来采取